一种被叫做茶的鹿和世代驯养茶的茶坛人家远道而来，傍湖而居，敬享水神的恩泽。湖北斯勒湖位于蒙古国最北端，它的蓄水量居世界第二位，全球淡水储量的1%就在这里。湖北斯勒湖及其周边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水禽、鱼类和各种哺乳动物的乐园，鹿当然是这里最早的生灵之一。这种鹿在中国被称为驯鹿，俗称四不像。它的头像马，身子像驴，蹄子像牛，脚像鹿，所以四像也就四不像了。而在蒙古和其他一些国家，这种鹿叫茶，驯养茶的人叫茶坛。湖北斯勒湖边偶尔出现的牧养驯鹿的茶坛，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多见了。大家知道，全球最大的淡水湖是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在贝加尔湖沿岸曾经居住过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些人住着古朴的矬骡子，信着萨满教，依靠牧养驯鹿和狩猎维持生活。那么曾几何时，他们的一支远徙东南，来到了大兴安岭一带，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另一支直接南下，来到了蒙古的北部。他们已然靠牧养驯鹿维持生活。驯鹿蒙古语叫擦布，所以说他们被称为擦腾。那么在我身后的两户擦腾就是来自于蒙古北部边境的擦腾。那么他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传说湖北斯勒湖是水神居住的地方，它的水被人们看作是圣水。每年春暖花开时，茶坛们离开北方的家，跋山涉水来到湖边住上一段时间，人与鹿尽享水神恩泽。萨满教的经师被称作萨满，萨满在茶坛中有很高的地位，就像部落的首领。Би 36 жилийн юм юмтайгаа харьцсан. Тэгээ хангалуусаа. Яагаад яав? Би эзэн нүү гэж үчиг өгдөг байг. Байнг энэ хангалуустайгаа харьцаж байдаг юм би. Салдаг орно эзэн. Тэгэл үгүй яах. Ибан дэрэн хэн жихуй жаа та дээ мингз. Жи жаа та Саман. Саман шо буши шэй шан данг Саман жоу нэн данг чэн. Яо дэнгдай тянжи хэ юанфэн. Чото. Ани бүгди болох юм уу? Зүгээр бүрээс нь аваад авчихдаг юм уу? Бүрээс нь аваад. Аа, мат. Таны нэг. Чаа тамын 1 年四季住着与蒙古包不同的矬骡子，但他们的语言、服饰和一些习俗都很接近蒙古人了。你타나크는용어는? 머. 머. 엔? 엠. 엔? 한. 엔? 야마. 저는 아이론 조르츠 모츠 다름 이르지 나와. 萨满有六个女儿，有的已成家，有的在读书。湖北斯勒湖水莹洁剔透，居饮一口
甘甜无比，顿时神情气爽。像豆子，小的像宝石，这个，非常的漂亮。有将近50条大大小小的河流注入虎苏勒湖，但是唯有一条河从虎苏勒湖流出。那么我身后的这条河就是唯一从虎苏勒湖流出的额济河。那么这条河向南流去，大约流出几十公里之后，与德里格尔江汇合。在德里格尔江沿岸，忽必斯勒省省会城市木仁市周边有很多古墓、墓碑和路石。这里的路石雕刻得十分精美，分外引人关注。专家们认为，路石跨越年代很久，大致从青铜器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路石或3、2个，或10几个，分布在草原、谷地、山岗、墓葬边。这10人脸是朝向东方的，反映了远古太阳崇拜观念。古代很多北方民族的毡帐门也是朝东的。晨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太阳的顶礼膜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蒙古的考古人员一直在这里进行着挖掘和研究工作。弓箭旁的圆形图案，有人说是盾牌，也有人说是镜子。路石上部的圆圈，有人认为是太阳，也有人认为是耳坠子，人们的解读不尽相同。不管石碑上的路对那个年代的人有何种意义，但这么多路石的存在，确实在暗示着路与这片土地非同寻常的关系。尽管从公元3世纪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路石，尽管人类从森林走向草原，从狩猎经济转为游牧经济而放弃了对鹿的依赖，但是森林最后的守望者茶坛把先人远古的生态带到了现在。有人说，茶坛与鹿世代相守，生死相伴，是鹿文化的活化石。依恋忽必斯勒湖的茶坛们，无意中给这里的旅游业带来了生机。众多外国游客的好奇与大方，也在无意中改变着茶坛的生存意识。只要是与驯鹿和茶坛以及忽必斯勒湖有关的东西，就会给茶坛和当地的居民们带来可观的零花钱。她是萨满的干女儿，每年的暑假他就领上弟弟到萨满家来帮帮忙，当翻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Ichbald. Ichbald? Yeah. And you? Toby. Toby. You say it better than I say your nam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Mongolia? I've been here 1 week. And I have one more week. We go down to the Gobi. Mongolia television. Mongolia television. This is your house, and this is. Oh, the snake. Ah, and this is. 追求时尚的年轻游客也很喜爱这些特色食品。弟弟的推介使这些东西更具诱惑力。来自不同国度的游客和来自深山老林的茶坛，在相互观望中一点点走近，各自得到着想要得到的信息和感悟。作为茶坛部落的精神寄托，萨满要对话的不仅仅是山水生灵，他还要同未来对话，同他们自己不断拓展的生活世界对话。他在思考如何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体现出比金钱更深刻更永恒的价值。在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态园圃中，他们愿意永葆自己独特的芳香，而不致让目录人生蜕变为昨日黄花。茶坛们对驯鹿的习性脾气了如指掌，凭借祖传的治疗经验，他们很轻松地应对驯鹿身上常见的一些毛病。茶坛们经常长途迁徙，很需要力气大、速度快的马匹，经常给马喂些盐，能增加马的体能。游客多了，挣的钱也多起来了，这让萨满高兴之余，又有所担心。萨满担心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果没有上世纪90年代的那场
声势浩大的救救湖北斯勒湖的运动，湖北斯勒湖不会是今天的样子。蒙古国著名电视记者扎马苏荣是那场运动的功臣和见证人之一。在湖北斯勒湖周围开采磷矿是那场运动的导火索。据扎马苏荣讲，那时一到冬天，很多拉汽油和化学制品的大货车通过湖北斯勒湖的冰面，往来于蒙古国和俄罗斯之间；夏天，则有各种装载石油的大型轮船游弋在湖面，向湖里泄油的事时有发生。扎马苏荣联合起几十名记者，几次联名抗议这种污染湖水的行为，并多次利用大众媒体进行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没过多久，蒙古国政府终于下令停止湖北斯勒湖周围一切开发项目。从那以后，湖北斯勒湖地区逐渐恢复了往昔的山清水秀。查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3个月，家乡那边已经是深秋了，回家要走很长时间，他们决定明天就动身。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篝火晚会来告别湖北斯勒湖的神灵，这已经是多年的惯例了。萨满预测明天是吉祥的日子，适合搬迁。大型电视系列片《印象蒙古》，带您领略异域风情。